哎，老莫，你做什么呢？强哥跟我说他想吃鱼了，我给他烧条鱼。哦，这什么鱼啊？人工养殖的中华鲟。哦，哎，强哥最爱吃这口。啊，这条鱼挺大的啊。对，完了，给他简单的切一下。这必须新鲜的，强哥只吃新鲜的。好，我们给他分成四段，多一段少一段都不行，大嫂两段，强哥两段。哦，大嫂也吃鱼啊？大嫂也吃鱼，好，就这样。那谁吃头谁吃尾巴呀？一般头我吃，尾、你吃？说错了，你不要把这个播出去啊！不播不播不播，开始烧鱼吧。烧鱼，完了。还得刷一下锅。必须的，你谁敢不刷锅？是不是？也是。加上我们这个花生油，强哥山东人最爱吃的就是花生油，这是关键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么大的鱼一定要加上两颗八角啊，一个必须都是八个角，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，必须这样的八角。好，这这不五六角吗？必须是八角。这个七角？不重要啊，必须是八个角。有没有三角？好，再来上一点点这个花椒，这两颗给炸香。强哥吃饭平常都非常口味清淡，非常简单，就是这种普普简简单单，只是吃条鱼。好，姜一定要多做鱼。好，再来上一点这个小葱花，简单来上一点点小辣椒。好，这个时候蒜片一定要够多一点。好嘞，这时候呢，加上两勺这个豆瓣酱，这个香味立马就出来。再来上一点这个秘制的香料，这个不能分别着讲的。火锅底料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把它简单的给炒一炒，立马就会出香味。啊，这个鱼打算怎么做呀？就是加烧嘛。加烧。加上料酒。小料酒。加烧就是没啥水平的意思。哎呀，这个点。就这个。大玉米棒子。对。加酒的动作一定要美，就是没有这个动作，这条鱼不好吃的。好。来上一点这个陈醋。现在就放醋了。对，也是为了去骚味儿。好，再来上一点点这个，这是个公鱼是吧？公的，如果是母的就不用加了，就不骚。加上一点这个，都飞走了，反正是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再来上一点我们这个82年的矿泉水，来上一瓶。都得用矿泉水啊。都这样。自来水不行。自来水其实也行，这就看你对这道菜的这个要求了。老莫，你跟强哥干多少年了？在我还没记事的时候就跟强哥了。那么早啊？对。好，这个时候鱼下锅。你待会儿把那个鱼头我吃那段给删掉啊。放心吧。这个是鱼头，鱼身，这样下锅。这是鱼尾。满满一大锅。就这么炖着就行了。还没调料还没加完。这个时候呢，再简简单单再来一点水。好，都得用矿泉水啊。跟强哥这么多年一直当厨师，做厨师。对啊，那还要干什么呢？就是卖鱼、烧鱼，就干这两件事。没有其他的那个业余活动。一辈子把一件事能做好，已经足够了。老莫果然够专业。对，烧鱼这都20多年了，吃过的都说好，说不好的，你懂啊？不懂。加上这个没听见。临沂鸡汁儿，就是我们临沂炒鸡用的专用鸡汁儿。临沂炒啥都用鸡汁儿啊？对，这个是关键。这个时候再加上一点点白糖，给提个鲜。白糖。对。好，然后再来上一点点这个鸡精，鸡精一般不能多，像这么大的鱼吧，也就这么，一段一勺吧。四勺。对，然后味精也是这样，就是一段一勺。一段一勺。我有标准规定的。强哥喜欢吃鲜灵的。对，这味道好蘸。好，盐只要这样就行了。好，盐不能太多。好，我看看。好，这个时候可以改用小火慢煨。你把鸡精弄弄啊。这不要紧，还没到时候呢。这时候再简单的把它给浇一浇。看着就像好吃一样吧。看着还凑合吧。就炖着就行了，炖多久？别人做的鱼，强哥不吃，
啊，就喜欢我做的，就好不好吃，反正就吃你的。对，这二十年就一直这么个口味儿。哦。这鱼，好，这个时候翻过来烧一烧，这都是有讲究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叫鲤鱼跳龙门，鲤鱼跳铁锅。对。这个也翻过来，简单的给煮一煮，待会儿出锅的时候还要再翻一遍，再把它再头朝上。啊，强哥平时就喜欢吃鲟鱼是吧？对，这个鱼便宜啊。这鱼还便宜啊？在我们市场只有十几块钱一斤，再给加一点点这个酱油，调调颜色，这个是关键。哎，你看，就一定要用这种撒尿的感觉。哎呀，这个就是关键。哎，老莫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就一会儿我鱼头那段我不剥啊，你把鱼头留下，咱俩都尝尝吧，我也尝尝。这样行啊，这不是没事吗？这样就可以了。行，我也尝尝。好嘞。对啊，哎，商量好了。我们这鲟鱼是不长头的啊，没有头是吧？没头的鲟鱼啊，啊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就是一定要烧到这种自然气儿啊，绝对不要勾气儿，哎，把鱼胶全部给烧出来，你看，就是这样的感觉啊，整个挂在上面，这条鱼就已经差不多了。哎，不是四块吗？怎么还剩三块？块在里边，在里边。我这个可没有偷吃啊。我以为你偷吃了呢。没。快点吧，强哥等急了。好嘞，鱼头，第一步先出鱼头。嗯。哎，鱼头咱俩商量好自己吃的。啊，没事，只是给它端上去，给它看看，咱们等拿下来。哦，吃剩的咱们是吧？哎。来这个鱼的身子。好，这是第二段，一共是四段。多一段少一段都行。哦，还得给它还原出来是吧？哎，对，这个都是必须的，就是差一丢丢都不可以。哎呀，好，是怎么样一条烧完了还是怎么样是一条？所以说二十年来，强哥只吃我烧的鱼。哎，强哥是不是从来没吃过鱼头？也吃过，吃过。好，这个时候然后是鱼尾。好。就是一定要这样，差一点都不行。好，这样一条。一点点不能差，一点点不能丢。好，然后上面淋上这个鱼汁儿。这样一条。你就说这条鱼是不是啊？完美，一条加烧中华鲟。行了，别擦了，强哥饿了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没事。好，然后一定上面要加上一点这个点缀一下，一般都是这个，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好，我给强哥先把鱼送过去啊。哦，好。就前面。好，记得把鱼头给我带回来。哦，就这里。哦。